打算到哈巴罗夫斯克最有名的阿拉伯餐厅死气白赖的吃一顿，看看到底得花多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啊，我现在是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，给你们看身后的这个楼啊。这个楼啊，一共有三个餐厅，然后当地人跟我们说，这里面有一家阿拉伯的餐特别好吃。我俩在前面，这个是菜单，一会儿带大家看菜单啊。关键是我俩现在研究。哪一家是？不知道哪一家是啊，就懵了已经。然后，这个是他的菜单啊，我们俩准备死气白赖的干一顿了。来哈巴这两天实在是太辛苦我俩了，我们想吃点好吃的慰藉一下我们俩受伤的心灵。这是他们的菜单啊，不知道死气白赖的干一顿需要花多钱。我们俩说了，今天就敞开的点，敞开的吃。这儿价格也都不便宜，我们都看了啊。你看这是肠的全品，1990，这些都单个菜品的价格。这个也是，都是他们的菜品啊。他这有素锅汤吗？有味儿是吗？不是。鲍里奇是不是有？而且我还想喝素锅汤了。鲍里奇就他们的这儿的红菜汤啊，这都他们的价格，全在这儿的，各种。反正你在国外吃饭都这样，没有炒菜啥的，都是像咱们在国内吃的西餐啥的似的。反正大概价格都是这样。你看这个是带点素的，这个910全拼，我们俩就准备进去干全拼了。你看肠啥的全拼，这一整盘3250卢布啊，这玩意儿。然后还有这种，它有很多的拼全拼呢，都好几千卢布。然后我最想喝的是这个啊，鲍里奇。这么念，480卢布那什么，这是他们的红菜汤啊，我最喜欢喝的他们的汤。然后就是这些玩意儿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些玩意儿，不管了，走。三楼，看这里面环境是这样的，哇，这好复古啊，这里面的感觉。这是一楼的餐厅，然后从这上楼，哇，没看人这里面。这是一楼的，给你们看看啊，顺着上楼走。哇，太有意思了，这餐厅，看画的画什么的，哇，太梦幻了啊。这整个楼都属于阿拉伯的吧，你看他画的都很阿拉伯嘛。进来看一眼，看一眼不犯罪吧？你看，这是二楼的餐厅，哎，一进来就闻着烤大串的味道了。德拉斯维金。我们再往楼上看一看，哇，看他的衣服，这他们的衣服是不是还可以拍，穿着衣服拍照啊？哎，搞得太有特色了，你们看。太好玩了，魔毯，阿拉丁神灯的那个魔毯，太有意思了。这是再往楼上去了啊，这整个楼三层，然后三种餐厅，哇，上面就是这种感觉了。这是这个餐厅，哇，这楼上这个餐厅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现在出现了选择困难症啊，这三楼一共三层，我都想尝试一下，每一层我都想吃。然后我俩决定今天先吃二楼那个，刚才我们进去的那个啊，先上二楼去弄一顿去。我们俩今天就在这层死气白赖的干一顿。哇，你看阿拉丁神灯在这儿，哇，太有意思了。这绝对是那个阿拉伯餐厅，哇哇哇，这还有大鹦鹉，哇，这么大。我们要了靠窗户的位子，哇，坐哪边都行，都是晃的吗？啊，行，那就坐这儿吧。他的椅子是秋千啊，这有点好玩了啊。哎呀，他啥意思说了那么多？我听不过来。你大概的意思说一说。哎，意思就是点吧，该吃吧。啊，
你这说的有点太糊弄了，听不懂了就点吧，给你吃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是不是？这是另外的服务员，哇，都是胖嘟嘟的，太好玩了，都长得胖嘟嘟的。这是他家的菜单啊，也不管了，反正价钱大概都是这样，都这么个价钱。沙拉都400多、500多卢布一盘，然后肠哇，他这是500多一个。我这个烤串啊，完菜了，他居然给了我们一个这个东西，不知道这是啥啊？看看这里面，里面放张纸，啥意思呢？这纸能打开吗？还写着字儿里头。算了，打开也看不明白，里面写的是俄文字儿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他这什么戏吧？谢谢。他给我们上这是什么汁儿？不知道，一壶。什么戏吧？呀，这个是冬阴功汤，怎么变成牛肉汤了？管他嘞，尝一尝。我们的菜啊，是不是上齐了？点了一个俄罗斯大肉串，然后一个面包啊，上面这个鸡蛋还没那啥。然后一个土豆和猪肉的，不知道啥玩意儿，然后一个沙拉啊，上面放点虾仁儿，然后还有一个面条，还差个什么？还差一个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看图脸的啊，还差一个菜啊，来吧，不等了，开搂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我们现在要开搂了啊，说完最后一个菜就到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是吧是吧，他说啥没听懂啊，你们也就这么听着吧。这最后一道菜，哇，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开楼了。这是他们特色是吗？对，这是他们特色。行啊，我们吃完出来了啊，我就想客观的评价一下啊，东西挺老贵，我们俩一共花了3620卢布，也就是花了两个人啊点那些菜花了360块钱。然后说实话味道还不咋地，还不咋好吃，就是说实话没尝着有一个好吃的，价格还那么贵，可能是咱中国人的那个口味和外国人不一样，所以说咱吃不习惯，他们本地人挺愿意吃的。反正我是觉着一点都不好吃，还花了3000多块钱。但说句实话啊，俄罗斯的这个物价真的是贵啊，本来我以为啊哈巴的物价要比海参崴应该能便宜，但是这么看来哈、啊、差不多，便宜不到哪去啊，他们的物价都差不多。反正我觉着吧，也就是就餐环境挺有意思的啊，在国内反正可能也是我见识比较浅短，没有见过有这种建筑的这种装修风格的这个餐厅啊，反正我没见过。哎，就是环境还挺好的，但是菜的味道真的是一般，这是我俩死乞白赖的干了一顿，花了400块。